昨天我姐二姐问我说你明天有没有空，我说我要快闪回到家，她说妈我在台北，我不要去吃烤鸭，我要想我姐要一起，我说我老姐不是这样，她妈的，然后她说不能改时间，我说不行，我有跟别人要一起去，我不能改，然后她说好吧，那现在什么我改了，她妈不要去，最近没那么晕，哈哈哈哈哈。没有啊，但我想到了，真的假的？啊，就昨天吧，是吧？对啊。他来了，怎么了？他干嘛？出家了？哈哈哈哈哈。哈哈哈哈哈。对啊，这边有点奇怪。而且你知道很好笑，因为他在叫我宵夜吗？没有，他真的不在。他晚上上班，然后今天礼拜五，对，都礼拜五，然后他礼拜五六晚上有班，是在餐厅玩，然后所以他白天班上完，然后他本来是路过我家，然后他已经在我的楼下，然后我不知道，然后我在不在，然后说我刚忙完，那时候我刚把那三车都忙完，我说你要载我吗？因为他如果从他上班那边离开是可以经过东莞的。然后他就说，来站一下，我说你来真来的，然后他就来了，结果我不知道他是从我家门口又来，又站，然后他又站了回去，然后他就说，我刚刚就在这边，想说，这好像是某人家，然后问你有没有在家，然后说，我怎么知道你在这里啊？然后他就说奇怪。然后站起来，就躺在床上了。我还说，你要热吗？看得出来。他说要吗？春天到了吗？然后想说，看，吹到了。然后我看完了之后，他就盖被子，说超干净，又盖了被子。然后就说，那你的被子就在这里啊。他就穿他上班的衣服。对，就是臭。他
还跟我说电视机变脏了，然后他就睡着了，睡到一个睡过头，然后起床说，怎么这个时间？我说快点起床啊，不行，然后他就跑掉了，我真的是会白掉。然后而且因为他已经买好饭了，他是买完饭都路过才要来的。然后就说他们怎么没有买饭？我说因为我以为我们要去跳舞，然后就要去跳舞。然后我想说，哦，起来起来。那到了。我至少认识他一阵子他知道他就直接开音，然后只见过一次面，然后后来就网上聊天，然后聊到后面没什么话题的情况下，然后就想下床的，然后就想说你也是蛮会听的，对啊，你也是蛮会听的，这我懂他笑得很难听的